气管里哮鸣已经很严重，支原症已经蔓延到了肺部。给陈先生抽血，顺道我们的医院去化验。我们要为陈先生制定最好的治疗方案。陈先生为大理北皇军所做的贡献，皇军是不会放弃的。 你说前面来了日本人啊，说就是那个哈二爷受伤的大佐。你去看一下那个参汤好了没有？ 我不会杀你，现在杀了你，你就是医师，就真像你唱的梁红玉了。以后，别，血，快快快，快点烧水，快要生了，好，叫产婆来。